啊，你实际叫什么名字？一开始拦下来的时候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玩的就是西海岸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是我朋友。绝对纯正的西海岸。喝了多少酒啊？一瓶啤酒。什么时候喝的？喝了酒了，我怎么还开车啊？这我知道，错了。你的驾驶证什么情况？我这里怎么查不到你的信息？我驾驶证是080到外地考的。科目一考过没有？理论？理论没有。你是自己通过驾校报名的，还是通过那个黄牛中介弄的？中介。那驾驶证现在有没有在你手上？副本在的，正本是没有了。副本我现在可以到家里面去随时。在家里面？啊，对。你从08年开车一直到现在了？啊，对。你是从中介黄牛那里买的，可能那个是假的，公安系统里面没有你的驾驶证。我当时是花了是20000多一点。啊，你实际叫什么名字？一开始拦下来的时候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玩的就是西海岸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是我朋友。绝对纯正的西海岸。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啊？驾驶证当时只有一个副本了嘛，正本已经丢掉了，丢了我就怕万一是扣分干嘛的，我到时候讲不清楚。